12月19号，谢娜连发7条微博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谢娜在微博当中说什么呢？静啊，谢娜又回来了，静回来2期，给小尼添添乱，哈哈哈哈，并艾特了尼格买提。尼格买提也在微博当中啊官宣回复谢娜，表示谢娜将要再次加盟央视，在疯魔的道路上一去不返。直通春晚改版之前呢，谢娜曾经作为一个特邀主持人上过一期，表现呢可谓是非常的极端化，争议非常明显，评价还是差异十分巨大。这次呢回到直通春晚呢，想必是对谢娜在第一期的表现给予肯定了，怪不得谢娜会如此的开心呢，甚至连发2条微博为直通春晚做宣传，自己的能力风格得到肯定是乐此不疲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谢娜的主持风格还是备受关注喜爱的，在连坐的央视春晚舞台上确实是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。不久前呢，网上有人就传出消息说谢娜将担任央视春晚的主持人，尽管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，但是网友反映啊，很多人就直接表达了不满。虽然说每年春晚也是褒贬不一，但是如果真的启用谢娜这样的水平来主持春晚的话，想必春晚的口碑也不会好到哪去。或许有人说呀，这是央视进步了，开始更包容了，也有人说这是央视走偏了，倒退了。您怎么看呢？欢迎说出你的想法，你支持谢娜上春晚吗？